上爬呀，往上爬。摆渡的人儿晒得眼儿花，走过茶亭借一借呀，滩头大河河北长呀。跟你妈一模一样的。对了，爷爷，杨大叔说我妈长得好看着呢。我妈到底什么样？你妈跟你长得差不多。哎，你妈真像。您说错了，爷爷，杨大叔说我像我妈。对对，你现在还小呢，等你长大了可就是人家的人了。不，我不是人家的人，我永远是爷爷的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你能老陪着爷爷吗？小的时候爷爷陪我，爷爷老了我陪爷爷。陪爷爷？要是爷爷死了呢？那有塔可以陪我。塔要倒了呢？那我也不怕，我有船，船陪我，我陪船。要是船破了呢？爷爷。对对，爷爷哄着你玩呢。您为什么老哄我呢？我也不是孩子。对对，你呀，你是个孩子。老大爷，把船摇过来哟。爷爷，那边有人叫船呢。哦，来了。年轻人多在外边闯闯，见识见识，才知道赚钱不容易了。吃了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走南闯北，不知经过多少困难，才会有今天呢。千万要记着，以后无论什么事，自己能做的就自己动手，给伙计们做一个榜样。吃的住的，能省就省，免得们伙计们不服气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您放心吧。哎，多辛苦您了啊。哎，来大哥。老大爷。这老大，怎么您这么早就上路啊？不是，我的大孩子天宝到桃园去做买卖，我送送他，要劳您驾白白度了。这什么话呢，拿了官粮这还不是应该的吗？老大，上船吧。是。老王，哎，上船吧。啊、哦，请吧。哎，上船吧，上船吧。啊，老大，带去的礼物不要弄错了。
送这件不送那件要得罪人的。我知道了，您请回吧。啊，一路小心点，早点回来。是。这次出门很快就回来吧？哎，不不，我这次出门呢，恐怕最少也得两三个月呢。你们老太爷做事可真认真啊！明儿就端午节了，为什么不过了节再走呢？我爸爸说，我们做生意的有买卖就得走，没什么过年过节的。我本来倒想看了龙船再走。有你这么一个好帮手，你们老太爷可真好福气呀、啊！老大爷，今年的端午比往年热闹得多啊！您明儿可以进城去看看呢。我在这条船上50多年，从来没看过比龙船，这回我真想看。老大，这包烟叶子在你船上用吧。您不用客气了，不用客气了。这点小意思，您留着买酒喝吧。哎，这不好意思呢，这算什么话呢？这老大，老大，这不能说老大。哎，嘿，骂他！骂他！别跑嘛！爷爷，快来呀！你快点过来呀！我已经抓住他了。哎，我有官粮3斗米700钱，我用不了这么许多。好吧，等我从桃园回来，多带几瓶酒送给您喝。谢谢。好啊，我走了，再见呐。好，再见。哎，老大，走好啊，走好啊。瞎扯扯的，好像打架似的。多难为情啊，我还以为人家偷了您的东西呢。他给我钱我还给他，瞧这有什么难为情呢？是他愿意送给我们的，您为什么一定要还给他呢？我呀，我留下了2个，留给你买糖吃。爷爷您，我给他一包烟叶子够他吃到桃园了。爷爷，那我明儿去不去看龙舟呢？当然去了，杨大叔答应明儿给咱们看船呢。爷爷，那我们明儿一大早就去。好，早点去，早点去。爷爷，那我穿什么衣服呢？哎，你不是新做了一件活儿吗？就好了，他要说出葫芦。在这儿等着我。哎，老大爷，您今儿个怎么了？一大清早就进城呢？今儿带翠翠进城看龙舟。哦，这个记在您柜上啊。好。哎，待会儿给我买上，回头我来拿。好，您就交给我好了，交给我了。翠翠这么大了。哎，翠翠。翠翠，来，叫张大叔。张大叔。哎，您瞧瞧，长得像个花似的，简直跟他的娘一模一样。爷爷，你还走不走啊？走。海嫂啦，爷爷。翠翠，来了。回头见，翠翠，来了。
进来。你明天去办点事，一会儿我回来接你啊，千万别走开啊，记住了啊。千万别走开啊，爷一会儿来接你啊。知道了，您去吧。树有影，你呀、一定是没名没姓的野丫头。你才没名没姓呢，我是翠翠。哦，你就是翠翠呀、翠翠，你爷爷是个摇摆度的老头啊。是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这么晚了你一人在这干嘛呀？我等我爷爷。哦，刚才在河里怎么不让王八吃了你？王八不会吃我，可是你要当心点，当心待会儿河里蹦出条大鱼来咬了你。当心，当心大鱼咬了你。翠翠，你在哪儿？哎，翠翠，你爷爷叫我来接你回去呢。我爷爷呢？你爷爷他喝醉了，他叫我来接你回去。你看天不早了，快点回去吧，走走走。你爷爷叫你的？不是翠翠，你们家翠翠等爷爷等不着，
叫大爷给吃了。我知道你自个儿会回来的，老王，是您送他回来的，谢谢您。来来，到家里喝一杯。您别客气了，老大爷。我们家二爷看见翠翠一个人在河边上，叫我把她送回来的。什么？你不是说爷爷叫你来接我的吗？还不都一样吗？下次可别骂人了。这孩子不懂事，回去您跟二爷打个招呼啊。好好好，辛苦您了。好好，对对对对。翠翠，翠翠，杨大叔醉成这样了，我怎么走得开呢？渡船谁看着呢？翠翠，听爷爷话，别生气了。要不听爷爷的话，我早就回来了。千万别走开哦，等爷爷回来接你哦。接我，翠翠一个人站在河边上，要是给大鱼咬了都没人管。真的哎，翠翠真让大咬了。你瞧瞧，嘴都让大鱼咬肿了，撅得那么高。爷爷。哎，人大了，跟爷爷发发脾气不要紧，怎么把老二也给得罪了你？老二，是谁呀？老二嘛。老二就是常顺家的小儿子呀，人家都叫他岳云岳云的。今天就是他叫他们家长工老王送你回来的。岳云？为什么叫他岳云呢？哎，因为他长得跟戏台上的岳云一样好看，所以人家就叫他岳云。岳云。翠翠，你饿不饿呀？怎不饿呢？人家到现在什么都没吃。好，让爷爷煮饭给你吃。得了，您歇会儿吧。爷爷，您看看，又没了。好吧，今儿晚上将就吃点粥吧，明儿一早上爷爷进城去买啊。爷爷，您进城可别忘了给我带糖啊。怎么，这么大了还吃糖啊？那您这么老了还喝酒？哎，掌柜的，请您给算一算。老大爷，给你记上了。哎，一样一样。老大爷，您干嘛那么客气呢？这么多年的老主顾了，就是我孝敬您几杯也是应该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亲兄弟是也得明算账啊。好说好说。掌柜的，哎，我葫芦呢？哦。早就给您买上了。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哎，怎么您这就回去了？该回去了。哦，翠翠一人在家呢，我不放心。嗯，待会儿她又该着急了。哦，好，我明儿见您。没见没见。您好，走啊。不送不送。老大爷，老大爷，老大爷，怎么您一人在喝酒啊？哎，金贵是你呀？哎，什么时候到的？刚到。怎么，您一大清早上就喝上了？哎，进城买点东西，一高兴啊，就多喝上两盅。哎，金贵啊，这酒可真不赖呀。哦，来来来，尝口尝口。得，来口。怎么样？真不错。哎，金贵，您少喝点吧。哎，老大爷，可是您请他不请我呀？啊，请啊，谁说不请啊？牛宝我能不请吗？来来来，尝口尝口。来来口。老大爷，哎，这是真正撺掇红枣，哦，下酒好着呢。哦哦，来来来，您再尝一个。哦，老大爷，呀呵，小顺子，你回来了啊？老大爷，您怎么又请客了？我有份吗？当然有份了，小顺子我也得请啊。有酒大家喝，来来来，有酒大家喝，小顺子喝呢。得，喝来喝。大哥，
您看，我们船呢刚拢岸，就遇上了请喝酒的，运气不错吧？谁是主人呢？老大爷请的，老大爷巧得很，正带着有酒。请我不请我呀、啊？敢情请您呢，您肯赏脸那好极了。大哥，您尝口，尝口您看。哎，您要真心请我，要把这个葫芦留下。哎，你舍得舍不舍得？瞧，大哥，这有什么舍不得的？您留下就留下，回见您呐。金贵啊，我们家翠翠就喜欢吃这个。好、啊，您多拿点去。好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回见诸位，回见诸位，大哥，回见您了。爷爷，您钱都花完了。我没有喝多少啊。瞧，您醉成这个样了，我问您钱，您说酒。爷爷，您葫芦呢？葫芦不是在那儿吗？在哪儿啊？在长顺大哥家里呢，长顺大哥叫我请他喝酒，把葫芦给扣下了。得了，人家家里有的是酒，还要喝您的，一定是拿回去给您满上了。大鱼没咬着你吗？啊？哼！翠翠，你爷爷在家吗？不在家，还在庙里啊。在家干嘛呢？没干嘛，赶驴呢。翠翠，你爷爷是不是又喝醉了？酒是喝在他肚子里，我怎么知道？别说笑话了。谁跟你说笑话？干嘛生那么大气呢？翠翠，这葫芦你认识吗？哎，有一位姑娘了不起，十五六岁小年纪，又天真呀又美丽，又聪明又明丽，姑娘样样了不起，就是有点不讲理。你说东来他说西，你说狗来他说低，一会儿开口笑嘻嘻，一会儿掉头不睬你。姑娘样样了不起，伺候起他来不容易，要是他一个不满意，马上就给你发脾气，这样的姑娘你欢喜不欢喜？这样的姑娘你欢喜不欢喜？翠翠，这船快跟你爷一样老了，可经不起你这么撞了。哼，谁叫你欢喜了？
不是说你来看我爷爷的吗？看你不是一样吗？要送葫芦就放下。告诉你，我爷睡着了，要回去就送你回去，别再讨人嫌。嘿呦呦呦，干嘛那么厉害呢？嗯，就那么厉害。你爱欢喜不欢喜？我欢喜。你，大姑娘，把船摇过来。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帮你摇船呢。用不着。那么我陪陪你。不稀罕。摇船的姑娘，你真美，茶童呀找不到第二位，大大的眼睛，长长的眉，白白的牙儿，红红的嘴，摇船的姑娘你真美，茶童呀找不到第二位，身材那不瘦也不肥，声音那又软又清脆，多少人呀想做媒，茶童的城里那一个配，不知将来变一谁呀，变一谁。反正不会便宜你。那不一定，从今天起我唱他三年零六个月，月亮圆的时候我就来唱。
牛，地下的人儿啊，长不完牛，抬头呀看看那穿越月呀，人儿何日得高兴吗？什么？我帮你摇一辈子船。怕我没那么好福气。真的，你爷爷会答应吗？这是我自己的事。那么你答应了？你说呀。我怕。怕什么？怕你会变心。天地良心，我绝不会变的。答应不答应呢？我明天就走了。走？嗯，爸爸叫我到川东去做买卖。明天就走？嗯。翠翠，你答应了，我绝不会变心的。等我一回来，就找杨大叔向你爷爷说媒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？我想中秋节左右的时候，一定可以回来了吧，翠翠。你等着我，等我回来。白云中秋，桂花香。喝杯茶吧。翠翠，大叔唱的怎么样？唱来唱来就是这一句，听都听烦了。听烦了不要紧呐，明天八月节城里唱大戏。我早上来看船，咱们一块儿去看热闹啊。还说敬臣呢，像五爷节似的，你们又喝得烂醉，把我扔在河边，让大鱼咬我。翠翠大了，大鱼咬不动了。鱼咬不着，可别叫人给咬了。年轻小伙子专咬大姑娘的心呢。我听不懂。慢慢的你就懂了，老大爷。啊，催催大了，嗯，有心思了。哎，有人唱过歌吗？没怎么留神。该了，您客气什么呢？明天见。蹦噔。Thank you.
王啊，是不是老大叫你拿来给弟弟做的？您请坐吧，我少陪了。爷爷，那个人是谁？怪面熟的。是老大呀，你忘了？你还拉过他衣裳来着。还说呢，都是您，想起来怪难为情的。老大呀，啊，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回来了好几天呢，请里边坐吧。不了，我在这儿避避吧，天儿一会儿就不下了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也不到我们家喝一盅呢，老大。哦，我过两天来看你。哎，爷爷，您看这纸人多好玩啊！大叔啊，大叔，老奴家，请您把这个送给他，送给他。谁呀？翠翠，翠翠，那我叫他过来好了。大叔，啊，谢您心，我走了以后你再叫他。谢谢您，拜托拜托。翠翠，老大叫我把这个送给你，他见了你就害臊了。害臊？这么大人还害臊啊？老大，你跟谁说话？老杨跟百度的老大爷。哦，老大爷在。老大爷，里边坐。哦哦，老大爷，长春大哥叫咱们到里边坐一会儿。哦好好好。爷爷，咱们早点回去吧。叫咱们进去，咱们就进去坐一会儿。等雨停了，咱马上就回去啊。大哥，老大爷，您来，大哥看戏来了，咱们到里边喝两盅。您别客气了，雨已经停了，我们就要回去了。不用不用，喝两盅再走。来来来来来，喝两盅，喝两盅，起来坐会儿。别客气您呢。这是翠翠吗？是啊。翠翠，怎么不叫人呢？大爷爷，真是一晃不见这么大了，真是女大十八变，长得多俊呐、啊！你今天十几了？十几了？大爷问你十几了？瞧不说话，哎，就是不爱说话。十七了，老大爷，这是我从桃园带来的，您带回去尝尝吧。呀。这么多，我怎么好意思呢？烧香，烧香，谢谢谢谢。老大，哎，你去拿几盒月饼来，给翠翠带回去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，大哥，你真好福气呀、啊，有这么两个好儿子，又能干又老实。哎，说正格的，老二还没回来吗？这一次事情多，去的地方也多，他们已经到了青浪滩了。
恐怕过了年才会回来了。过了年才回来呀？哎，对对。谢谢谢谢啊，爷爷，我们回去吧。好，天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过了节再走吧。不了，每次进城多麻烦您，真怪不好意思的。小意思，小意思。你们要走，我也不留了。下次进城来，咱们多喝两盅。改天见您啊，老大爷，您回去啊，我跟您一块儿走。老爷，你在这儿过节吧。好。啊，老大爷不送您了。好，改天见，改天见。我也不送了。好，改天见，你啊。爷爷。啊。青浪滩离咱们这儿多远呢？青浪滩离这儿有600多里地呢。600多里，哎，那坐船需要几天呢？要是顺风顺水啊，走6-7天。青浪滩呢，水急难走，船到那儿常常会出事的。出事？哎，回去吧啊。八月正晴。桂花香。大叔啊，大叔，这个您带着。哎呀，瞧瞧，吃了喝了，临走还得拿着。行。哎，老大，你说翠翠这孩子怎么样？翠翠，怎么？得了，老大，别跟大叔装傻了，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。我看你对他很有意思，是不是？大叔，您又开玩笑了。老大，你要对他真有意思呢，我可以帮你的忙。打算给你们说和说和。那就请您帮忙，将来我好好的谢您。好，明天我就去办，你等我的好消息。告我辞了。老大呢，人品好，忠厚，能干，这个我知道。不过还不过什么呢？我看这门亲事很不错的，现在只要男女双方情愿，就是美满的婚姻。当初要不是您一时的糊涂，翠翠也就不会没爹没妈的了。唉，老大要是真有心的话，也得按照咱们茶洞的规矩走，车路马路任选一条。走车路呢，就让他爸爸做主，托人来说媒；走马路呢，就让他自个儿向翠翠唱3年0.6个月的歌儿。好，好，我回去告诉老大，车路马路任他自己选，这边呢还得由您来做主。这是翠翠的事，路呢由老大自个儿选，也得由他自个儿走，能不能走得通，就得看翠翠愿意不愿意。翠翠还小，到底不懂事，我看还是那句老话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呢，还是由您做主的对。翠翠从小就跟我在一块儿吃苦，我不愿做他不高兴的事。老大爷，麻烦您摆个度。老大爷，老大爷，您别犹豫了，就答应了吧。Thank you.
怎么了，爷爷？有什么事吗？不舒服吗？爷爷，您到底怎么了？真急死人了。没事，没有事。那您到底想什么呀？我想起你妈妈。我妈妈。你妈妈长长的眉毛，圆圆的眼睛，小嘴儿甜甜的，能说会道，能饶人，她可不能让人。你就跟你妈妈一模一样，看见了你就想起了你妈妈，想起了她可就担心你。担心我？爷爷，您担心什么？唉，爷爷，您倒是说呀。我担心你会像你妈一样，唱戏的有一句老词儿：“红粉佳人命儿薄。”你要是像你妈一样，我妈怎么了？您说呀。爷爷，您不是答应我，等我长大了，把我妈的事说给我听吗？爷爷，您讲呀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说，你听着。在16、17年以前，茶洞这儿有一个好看的姑娘，又会做活儿，又会唱歌。那个姑娘就是我妈妈。在她16岁那年，茶洞来了一连兵，里面有一个排长，长得又高大又好看，人生的老实，歌也唱得好听。那个排长就是我爸爸。你妈会唱歌，你爸爸也会唱歌，唱着唱着他们可就好起来了。后来我妈妈就嫁给我爸爸了。没有。因为我没有答应。为什么？为了我太糊涂。您太糊涂。因为你爸爸是当兵的，当兵的就得跟军队走，军队又不可能带家眷，所以我觉得你爸爸要娶你妈不会有真心的，是假的。我就没有答应他。那么以后呢？以后没想到你爸爸就跳河死了。死了？那么我妈妈呢？你妈妈生下你之后跳河死了。妈，这么多年，爷爷都没有跟你说过。
的就是你难过。不可爷爷心里又何尝不难过呢？记得你爸爸曾经说过，儿女的事情应该由儿女自己做主。应该由儿女自己做主。我真后悔没听他的话。爷爷老了，活不了几年了，我担心的只有你。趁我还有口气的时候，看着你嫁一个可靠的人，我这一辈子放心了。对的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你舍不得爷爷，爷爷当然也舍不得你。不过你总是个女孩子呀，你不能跟爷爷一辈子。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老大爷，老大的亲事啊，已经跟他爸爸讲好了。长顺大个子非常高兴啊，满口答应，叫我来做媒，跟您要个确实的回话。我看呐，这杯喜酒我是喝定了。这个，不过，您的意思，老大走的是车路，让他爸爸做主很好。不过，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，我总得问问翠翠，听听他的口气。您的话对是对，不过孩子们的事情还是您做主的好。女大不可留啊，儿女的事情还是儿女自己做主吧。大叔啊，既然老大爷这么说，咱们就等他跟翠翠商量之后再说吧。也好，老大爷，就这么决定了啊。我回去啊告诉老大，等翠翠一句话啊。这个您暂时抬回去吧。哎，也好，咱们先抬回去。来，把这个先抬回去。翠翠，下着雪上哪儿去了？干嘛呀？干嘛？翠翠，你猜猜。瞧您穿得这么漂亮，打扮得跟行男官似的，我猜呀，一定是杨大叔要给我娶大婶儿了，对不对？猜错了，大叔给你找婆家。大叔，我不来了。老大爷，听您回信了。好好，您走好啊。翠翠，您别理我。哎，翠翠，每条船总得有个码头，每只鸟总得有个窝。你这就是我的码头，这就是我的窝。翠翠，说正格的，刚才长顺大哥派养马兵来说媒，问我愿意不愿意。我不要听，不要听。翠翠，爷爷老了，爷爷就希望你有一个着落，这是你自个儿的事情，总得你自个儿做主。
我没答应。啊，您没答应？怎么，你愿意了？爷爷，别害臊啊，说老实话，你愿意呢就说愿意，不愿意呢可别耽误人家。本来呢，老大呢也算得能干忠厚，嫁给他不会吃亏的。怎么了，翠翠？说话呀。也好，也好，这是你终身大事，多想两天也好。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！我还没给您拜年去呢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王大叔，哎，您过年好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哦，对了，老大爷，我们家大爷官道说，要是翠翠来了，就请到我们家门楼上去坐去。哎，我们二爷也跟我这么说的。其实二爷不说，我也会来请的。怎么，老二回来了？我们家二爷啊，初五就回来了。他本来呀、啊、要亲自到您那儿跟您拜年去的，可是会里的事情忙啊，又派了他舞狮子，好久没舞了，总得练一练呢，所以就没有空来了。那何必那么客气呢？真是不敢当。老大爷，来来，请请请。好，翠翠来。哎，翠翠，你就这儿看吧。老大爷，您两位请下边坐。上面都是女客。翠翠，看完了我来接你啊。您可别又走开啊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谁呀、啊、不认识啊？哎呀，很好看的。王家想跟长顺家攀亲家，配给谁呀、啊？老大还是老二啊？配给老二。哦，对了，我也好像听说来着，王家还预备一座碾房陪嫁呢。哟，碾房陪嫁呀？啊，这我可倒没听说过。老二愿意吗？哼，有座新碾房，还怕他不愿意呀、啊？你们看，他今天多卖力气。老二真有福气啊。
你又上哪儿了？没上哪儿啊，在街上走走。一定又喝酒了？没有，没有。你闻闻呢？哎，太太，那边有个新碾房，听说是王家配给老二的嫁妆。你等啊！我要回去。回去？还要我？还要我？还要我？别别别！瞧见没有？马上就要放烟火了，看完了咱们再回去嘛。我不要看。翠翠，翠翠，翠翠，翠翠。一家的姑娘，辫子长，大哥，头长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唱哪家姑娘那么漂亮？哪家的姑娘啊？慢慢的，你就会知道了。哦，怪不得你这阵子这么高兴呢。什么时候请喝酒啊？我想很快吧，爸爸已经答应了，老杨在帮着说媒，现在什么都没问题，只等他一句话。谁呀？哦，新嫂子。只要他答应了，我就把他们家的后山买下来，寺庙都种上竹子，我把房子围在里边，塔也围在里边，我们就在那儿住一辈子。塔。房子，还有他的爷爷和他那条渡船，我决定也渡一辈子的船，吃官家的钱粮，替大家伙办事。老二，你说他会答应吗？我想他不会答应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心里早就有了一个人。谁？我。那么你心里边对他？大哥，我心里也早就有了他。那为什么你还答应那座碾房？大哥，我压根就没有答应过他，我也绝不会答应的，就好像翠翠不会答应你一样。大哥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再走走马路，试试翠翠的心，唱三年零六个月的歌。我已经走过车路了，而且你知道，我不会唱。我替你唱，你听着。不逼了。树林子里的夜猫子声音虽然不好听，可是要老婆的时候也得自己唱。
乡里来的娘亲，一听一唱两种情，唱乱了情人的心。对对，我前些日子做了一个梦。你梦见什么？我梦见有人向我们家翠翠唱歌。爷爷，您又来了。说正格的，爷爷老了，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，能够把你的终身大事说定了，爷爷就心安了。您别说这个好不好？当初你妈的事，爷爷做错了，现在不能再耽误你了。翠翠，对爷爷说真话，要是真的有人唱歌，你怎么样啊？他唱他的，我听我的。哎，可是爷爷那梦里，他唱，你也唱。那是您做梦，跟真事不一样的。古人说得好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哎，翠翠，爷爷看见。您看见什么？我看见月云了。爷爷。大哥，大哥。老二，你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我在看天上的云，我想起民贤集里有一句话，天有不测风云。那么多的花样，那么多的变化，
人有旦夕祸福，也只有听天由命。怎么？大哥，我正想告诉您件事，刚才爹对我说，新船预备最近下水，先到湘子岩送送的上木料，然后再运到川东去。这次又要我押船到川东。嗯，可是我刚回家一个多月。大哥，您是知道的，往常爹有什么事吩咐下来，我从没说过不字。可是这一次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总好像在家没待够似的。哎，陈总叫我来跟您说一声，他已经查过黄历了，说是十九二十啊都是好日子。他说索性凑个整数，二十下水。叫您早一点预备预备。二十就走干什么那么急呢？大概是川东来催货吧。哦对了，陈总还是叫您去点点货单呢。知道了。啊、老大，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？我就睡了。爸爸，嗯，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事。没什么事去睡吧，明天早点起来，新船二十就下水了。看一看哪儿这该修理的，赶快把它修理好了。是的，爸爸，这次到川东还是老二去？一向都是他去，驾轻就熟，在外边办事也方便。可是他刚回来一个多月，年轻的人应当在外边多闯闯，老待在家里干什么？所以我想跟您说，这次川东我替老二去。啊，为什么？我在家已经待了很久了。可是关于木料的事你不熟啊。您不是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吗？我想多创创。好吧，一招生两招熟，你去也好，你找老二去合计合计啊。爸爸，嗯，如果老二愿意，我想十九下水。好，你们哥俩商量着办吧。老大，事办完了就快回来。知道，您多保重。你上船去吧。和您跟老二说的话你记住了。我劝你不要想的太多了，年轻人以事业为重，娶老婆有的是，我没娶老婆不也活了半辈子。大叔，您请回吧。啊，一路顺风啊。啊。
老黄，开船吧。开船喽！没有对你说过吗？我说说过了。他带你到川东去，你怎么不起来送送他呢？我你什么越来越不像样子。大叔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老大带你上路了。为什么？他叫我告诉你好好的孝顺你父亲。我问您，为什么他带我上路了？还不是为了催促。什么催促？去了，怪难为情的。这有什么难为情呢？现在呀，可不能像你妈那个时候了，那么糊涂了，
只要你自个儿愿意了，爷爷就破这个老命也得把这事办成了。好好的在家等着，爷爷一定带喜信儿回来，叫翠翠也高兴高兴，省得我们翠翠尽在河边等月亮。爷爷，好好在家等着，爷爷我去一趟，等着。月儿微睁，水微平，这话要记在心。大哥，好久没给您请安了啊！老杨也在这儿啊。老大爷，随便坐啊。谢谢谢谢。是的，您呢？这么晚来有什么事吗？哎，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啊，还不是为了我们那孙女儿翠翠。老大爷，从前老大走的是车路，这事情您也明白。当时我没有答应。这是婚姻大事，我总得跟翠翠商量商量，是不是呢？可是这孩子呢，他一直不言语，也不说肯，他也不说不肯。可是到现在呀，我才明白了，感情他心里早就有了人了。哦，感情啊，感情这就是老二。老二，老大爷您。得了，老二，你还怕什么难为情呢？感情老二啊，在老大之前已经走了马路了，我连个影都不知道。这哥俩可真有意思。怪不得老大要到川东去。是啊，老大到川东去了，老二呢也不来唱歌了。我们家翠翠啊，嗨。小孩子的事，孩子们的事情还是让他们自己做主吧。自个儿做主，对。老二啊，歌是你对翠翠唱的，话是你对翠翠说的，你现在到底打什么主意呢？我没主意。这算什么话呢？这算什么？这算什么呢？这是啊！哎，老大娘，你欺负人呢？你们，这怎么这么不讲理？你们，我出来跟你说。老大娘，你变什么？算了算了啊！怎么变成这么对付人呢？哎，听我说，听我说。哎，老大娘，老大娘，您这算什么呢？您说话也不看看时候。我看什么时候啊？老大走车路，老二走马路，他们现在就算完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家穷，我们家没碾房，是不是？啊，老大爷，您听我说呀，人家这出事了。出事也不应该这么对付我呀。哎呀，不对的，老大出事了。老大。是啊，老大自从知道老二走过马路之后，就替老二到川东去了。今天早晨有人送信来。说老大坐的船呢，走到青浪滩，忽然间山洪爆发。早晨有人带信来，老大在青浪滩那儿死了。啊，死了。
王大爷，您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来，坐一会儿，喝两盅。来，来四两，老大爷，天儿不早了，您少喝点吧。不，不要紧。您说，天儿不大好，说不定就要下雨。翠翠在家里该着急了。说呢？什么怎么说呀？哎，你瞧瞧，喝多了不是？还是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。不要紧，我没有喝醉，我心里明白。帮着爷爷，累了。
太太给您唱歌，渴了，太太给您冲茶，没人过渡了，把船摇到岸边，爷爷吹笛子给翠翠听。翠翠，别哭了，天灾人祸是免不掉的。人终归是要死是你们兄弟间的义气，我做父亲的也不便拦阻。不过我已经这么大的年纪了，你能够早点回来称了亲，我也可以抱一个孙子。哥哥是为我死掉，我一定要把他的尸骨找回来，不然我会痛苦一辈子，我哪还有心思想别的呢。如果你实在找不着老大的尸骨，你也不要太固执。爸，如果找不到哥哥的尸骨，爸，做儿子不孝，您多多的保重吧。对不起你，请你不要把他放在心上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呢？也许很快就回来，也许永远不会回来。
春水，春水，你到哪儿去？春水。快就回来，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。